每回买鞋还得买个大一码的，那后面那个指头都在外头。你还妈，你有疼吗？他说还边肿着嘞。你这一碰疼，但是修着你这种情况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。你妈把你带来，我们肯定不会让你、哎、好，完了。就是一个三角形。大老远他就一来，啊？那更远，刚才走。到我这哪有近的呀，大哥？三个月呢，一次性收费，后续没有任何费用，保好。大哥是吧？对。你家就是乌拉特的。嗯。疼吗？哎呀妈！来点儿吧。就这趟大哥是吧？你家就是乌拉特的，疼吗？Thank you.